那个梳子片哈，梳子片的话，你就先这样子，不要把它划破哈。几公分？大约0.5左右。0.5，不要切断就可以了。对，好了之后啊，斜刀，斜一点了哈。这样 是我们就会出现它的那个梳子片。梳子啊，对，哦，这样子，要斜一点哦，要斜一点哦，嗯，梳子片，好，就是形成这样的梳子片，好 ，OK。